志哥，今天跟你来客户这边，看了好多我们优秀的机器哦。哎，好像这一台机器不一样的颜色耶。是的，这里是这个客户是一直很支持我们的一个老客户来的，他从我们这里的第一代到我们现在的360，已经一直支持我们有十年了。像这一台机已经用了十年它的各方面使用性能还是很好的。我带你们看一下我们的机器的精度。像这一台是2013年10月份梁总跟我们购买的机器，到目前为止已经用了十年，快11年了。然后我们看这个社交的经典，社交的终点位置，它还是很准的，还只是差了1.几个毫米。客户因为有这样的机器性能，所以才会一直跟我们不断的复购。它这里有，我看我们的这种最早的犬翼，到我们现在的这种浅蓝，在我们最新的绿色，每一代机器，每出一款新机器，梁总都是第一时间跟我们购买。